总监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你要问我是不是同志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办公室里耳目众多，不然怎么混到现在？所以。Pinky，你是个很善良认真的女孩子，工作也很积极。我想，不管我是不是，你都会祝福我，对吧？那当然，我才不是那种小气的人嘞。是就是，我哥也是啊，他跟海清还不是过得很幸福。你又知道他们过得很幸福。他们很恩爱，你看得出来吧？你呢？我有一个我很深爱的人，一个让我想尽办法都要守护的人。真的吗？那个人是 Jimmy 吗？不是，吉米是我的室友。那个人在哪里啊？